亦都系埋集第三场嘅二班千二米赛事，七只马入晒闸，黄旗举高，准备好啦！起步嘅时候咧，慢一慢咧，就凤凰之星嘅例牌赛噶啦，前面快咧，中间就追应出嚟先啦，开边慢慢泄密咧，就系宝石辉煌啊！哇，第三位草地都喺度走晒，前边咧就见到第三位咧就方圆万里嚟嘅，再嚟过嚟买翻电镀合金啦，第四位赛数落去嘅马咧就系靓到爆啦，尾位置放唔出，智仔先生包晒尾都系起步黎曼嗰只马咧，凤凰之星嚟嘅，啱啱过一千米段柱嘅时候啊，咁啊放头咧见到方圆万里喺前面怼啊，带嚟两个马位嘅，首尔第二位咧就追应啦，里边慢慢泄出嚟宝石辉煌啦，再嚟过嚟买翻系咩咧？就見到係電鎍合金啦，再嚟兩個馬位再數落去啲馬咧，靚到爆，尾位置冇變過，自己先生包晒尾都幾難追嘅呢個位啊，就係鳳凰之星嚟嘅，轉之後最後直路做咗400米路程啊，方圓萬里咧喺前面就擾亂大局，咁都仲有過嚟馬位啫，開始收窄㗎啦，搏咗上嚟見到追鷹啦，開始準備過添啦，第三位裏邊咧慢慢攝出嚟都話咁啊要打燈出嚟喎，寶石輝煌啊，開邊咧電鎍合金呢場咧追勢嘅，後邊上翻少咗智仔先生同埋開邊咧衝落去唔多咧，就靚到爆，包晒尾鳳凰之星冇得追勢，兜到嚟最後100米路程啊，前面。电合金出头先嘅，但系咧后上咧，智仔先两个节目咧将佢拍住走，后边海灯咧就绝终要见就靓到爆，过咗段时间，智仔先过咗段夜马，跑第二名电合金，第三名靓到爆，第四名就宝石辉煌啊，夜马就智仔先生11倍 win 啊！